境的可持续发展，推动实现更加公平。谢谢法新社。上周末，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。朝鲜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，这是朝俄之间的安排，关系到是朝俄之间的关系。对于中朝关系，昨天我也已经介绍了有关的情况。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，中朝关系发展良好，双方正在贯彻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，深化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，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。教皇方济各的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主教即将来华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同他举行会见。在乌克兰问题上，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，我们愿意同各方一道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。我想强调的是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，有关方面应当立即停止此类的挑衅行动，不要做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。